咱们现在还差三个火，还差一个水，还差三个火，只吃火和水啊，不要吃地了。地是吃不满，只吃火和水。火是起步图，水是什么图啊？水是哪些图有啊？应该平地图有水吧？肯定不换你像装了腾空图呀！的话，腾空图好像就有绿，还是说是随机的？因为我看海滨之眼有个地方是固定是一个绿。好，保留赛车，咱不换了，不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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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妈的，气死我了！这必须两个地，加速带放氮气，这必须两个地。我的妈呀，这什么啊？哎呀，我的火太少了呀，是不是还有一轮这呢？是什么？无敌了，各位，无敌了，无敌了，无敌了，直接无敌，我现在就啊！差一点点，知道吧？我我就都差这一个样了，火，还我我他就妈差的一不个是火，这兄弟样们，的我就吗？差一个火，我就差一个火，我的妈，我就差一个火。那我等下是吃火还是这一吃轮水呢？还我就还差不一个是火，妈兄弟们，呀！我操，这一把有点难啊！哎，哎，可以，三个图都可以玩啊，三个图都可以，反正我现在不也缺能再气。捡火啊！妈的，应该来行沉睡森林吧，的。这首钢源太长了，好像又只能吃三个，兄弟们，首样钢源太长完了呀，精华都来了。首钢源太长了。电哥，你是什么车？你没啦，我很末什影么技情能。况？我开的哈雷特。你哈雷特有我毛怕这用图没有火，兄弟们，这图感觉没有火，长途应该没有火。哇，这么多青龙！两个冰魄狗，我受不了了。建议你们退出游戏。哎呀，但是我没有那个，但是我没有氮气，就没有我玩开下局去的没有必氮要气，了吗？他们已经小胖子最菜，我开局没有氮气，我很难受。哎呀，完了，小胖子，这把不会要凉吧？我开局没氮气，哎，感觉不会。哇，搞得我没喷呢！我操，他妈自己偏移了，我操！三个火能吃满吗，兄弟们？小胖子，我感觉你这把要被淘汰了。在开玩笑呢，啊！哎呀哎呀，你要被淘汰了呀！我在第一啊！你在第一有用吗？有用吗？能吃到，能吃到，兄弟们！坏了！哎呀，你要被淘汰了！哎呀，哇，能吃到！你要被淘汰了！牛逼！哎呀，第四个应该吃不到的，兄弟们，能吃，能吃，牛逼！无敌了，这一把无敌了！无敌了！我操，这把无敌了！带个火，我操，带个火，无敌了！无敌了！你被淘汰了！还真不想换车了！无敌了！我速度没他快。如果等一下来个 D，我就选 D；来个 D，我就选 D。好吧，来个 D，我就选 D；来个风，我也选风。D 和风，我是次要的，兄弟们，一个火就够了。你看第二个火，首次使用氮气，没必要，没必要，兄弟们，没必要。冰魄不缺气啊，不需要首次使用氮气。我侧身。不需要手机，只要几板冰魄就是天，知道吧？完了，咱们优先 D，因为 D 加速带最高速加15，保留赛车，保留赛车，保留赛车，不换车啊，狗都不换。完了，被打成人机了。啊，兄弟们，吃鸡，直接吃。我就看虎拳了啊，就看飞车手游 CK，飞车手游 CK 跟我一样用的是冰魄，看看他这个冰魄有没有我屌啊！我三个地三个风一个火的冰魄，我不信打不过你，这两个全是加速的，兄弟们，这两个全是加速，三个地三个风，我不信打不过。我来个图，这个图该办了。加速带，哎，反向十一层直接办。除了反向十一层以外，所有的地图全是腾空加速带图，太牛掰了，兄弟们，四属性。还可以，还可以，我是风啊，兄弟们，我是风，而且渔场也有加速带，不要慌，有一个加速带，有一个加速带，不要慌。我操，但是感觉有点，那你想嘛，渔场也不吃火嘛，对不对？渔场是不是也不吃火？欧冠军。哎呀，这老马还是冰炮啊！
好像出事儿了，兄弟，好像有点。包冠军这把，他妈怎么是北海渔场？我真搞不懂。来加长弹器，来继续加长弹器。无敌，快来玩虎拳！直接无敌，直接无敌！我操了，这不太猛了！这个徐小胖，这个拿外挂打的这哥们儿，他打了好多毒啊！你看看，幺杠四的火，三杠四的地，幺杠四的水，进行一个补气啊！再来个三杠四的风，这个。怎么输？根本就输不了，兄弟们，根本就输不了，根本就输不了啊！不会是把他对象给抢了吧？